10月30号下午，一分钟影像大赛10周年优秀作品回顾展盛大开幕。十载光阴，一分光影为主题的本次大展，以编年体方式将10年来一分钟影像大赛发展足迹徐徐展开，共计展示了中国、法国、荷兰、英国、印度尼西亚等影像艺术家参赛的300多部优秀作品。